人类几百年来，什么都变了，吃的东西变了，住的方式也变了，但只有一种东西没变，就是这无聊的教育体制。一样的黑板，一样的课桌椅，却学着以后用不上的习题。拍手啊！表现得很好哎、欸，不错不错，举得很漂亮、啊。在北一高里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竖起领带，而我选择放下领带。一个礼拜内就拿下了年级全霸，从来没人用这么快的速度办到。他叫 Gino， 在我抽屉放了50份挑战书的狂人，从来没赢过的他，即使再多的嘲笑和嘘声都不曾放弃过。也因为这样，我们成了练拳的伙伴。看他的必胜投金就知道，他是多么渴望一场胜利，虽然每次都必败。但这些胜利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要挑战更强的。最强的，给我出来！他是称霸高二三的拳霸学长，没人挨过他的拳头后还是站着的。这个差会跟你一辈子，记住，你是永远的输家。学长，等一下！学长，对不起，他是我们班的，他今天不知道吃错什么药，才来跟学长单挑。那如果他哪里得罪到学长的地方，学长，我代替他跟你道歉。学长，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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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长，对不起。同学。想打赢学长，不能只靠蛮力，而是要靠脑袋的。他叫瓦宅，移动的数理怪物，从来没有人想跟他互动，但因为他的分析，我们成为了朋友。同学，你在乱说什么啊？刚刚学长只不过不小心打中脖子的要害，不然脖子不可能会输的啦。没有侥幸这回事，最晚的意外都是有必然，这是爱因斯坦的名言。少那屁话，走开！什么意思？哦，同学，你刚在30秒内出了7个重拳，每一个重拳都消耗你11%的体力，所以体力迅速消耗殆尽，学长才会有机可乘。再来，你可以降低你的身体重心，这样你可以更快找出你出拳的实力点。这个差会跟你一辈子，
你是永远的输家。对我来说，那场失败不是完全的失败，而是让我知道我能变得更强。我要变得更强。在三十秒内出了七个重拳，每一个重拳都消耗了11%的体力，所以体力迅速消耗殆尽，学长才会有机可乘。再来，你可以降低你的身体重量，这样你可以更快找出你出拳的时机。比赛结束后，学长被送进了医院，我再也没看过学长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学长在那场比赛前就受了伤，所以我一点获胜的感觉都没有。那个门啊，是用手开的，不是用脚踹的。踢门很帅，是不是？一年一定要踢破一个门，是不是？门是我踹的，罚我一个人就好，跟他们又没关系。你们不是一伙的吗？称兄道弟的吗？既然如此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们杨子敬刚转学过来，还不太熟悉，请教官要多多照顾你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但是我要你把地下格斗场给封了。是，就封了。分明是找我们查嘛！没错，我就是找你们查。给我们收起来，我们调试。哦，老师，考试给我作弊呀！你当老师瞎子啊？校外抽烟，需要姓名给我。我说学号姓名给我。抬头听，总算想了，和你并肩走着，我低着头说我们。还记得，那是陪着我。